就是风衣外套的形式。所以呢，刚刚一开始妞儿当外套的时候，我在后面直接打一个结。而且呢，平常害怕咖啡色的粉丝，这件不用害怕，它就是完全有质感并且显瘦。好，那它的布料我觉得非常的挺，但很凉，里面是做这种滑料缎面的内里。你也可以看到它一样是有做侧口袋，而且它的口袋口非常的典雅，是做这种宽版式的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风衣外套的前片完全有做上去。再来最重要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肩膀有小落肩？它不是这一种肩膀的让你们会很害怕的。上肩呢一样做单颗的黑扣来做一个风衣外套的形式，两片大领式的，我觉得这边气场是气场度很够。好，再来呢，当外套大概就是这样，妞儿身高161，它完全遮到屁股，所以我觉得整个比例是非常的好哦。再来，这件外套最具特色的是它没有单扣，直接绑一个蝴蝶结。来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一块布料超好绑，你看我刚刚随便就绑好一个蝴蝶结，你只要把它调整一下就好了。好，绑起来超好看，超级利落。黑色的话就是纯黑正黑，所以你会发现哇，质感气场度都升级，外加肤色也是提亮的哦。好，而且呢，它的小落肩完全遮住我们的肩膀修饰之外，肉肉的手臂这边也帮你顺修下来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整个是非常厉害。